泰国订购071型船坞登陆舰，排水量比该国航母还要大。9月9日，泰国政府与中船重工在北京举行了071型船坞登陆舰建造协议签署仪式，标志着我国在大型军舰对外出口取得新的进展。071型船坞登陆舰是我军自用的071型的外贸型号，此前中船重工就在巴基斯坦、科威特等国举行的防务展上展示过该型登陆舰的模型。从此前防展上公布的资料显示，外贸型的071型船坞登陆舰满载排水量约为 1.8 万吨，与自用的071型基本相当。与之相比，071型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 1.8 万吨，甚至是超过了泰国的航母，它将成为泰国海军排水量最大的军舰。此次071型船坞登陆舰成功出口泰国，创下了我国军舰出口吨位最大的记录，也开创了我国大型水面舰艇出口的先河。